收看国光帮忙。女人的身材是专治男人的重要利器，到底怎样的奥妙对男人来讲才是最完美的？今天国光帮请到五位女艺人，她们接受了男人最无情的批判，到底最后谁会从众多女星中脱颖而出，成为男人心目中最完美的体态呢？斯迪，欢迎收看《国光帮帮帮》，朋友们，我像不像去买包子？小文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像不像？那真像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点很随性啊，包子哥，是不是？这鞋子呢？鞋子是自己鞋子你。鞋子还不错，鞋子我跟你讲，限量。那鞋子救了你今天，真的好险，好险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首先讨论是斯迪，斯迪请到中间来。斯迪蛮富态的啊，最近啊，斯迪，斯迪脸怎么变大了？没有啦。有啊，没有啦，哪有？肚子比较大。今天天气冷。骗人，谈恋爱对不对？没有，少来，真的没有。你这每天吃麻辣锅，怎么变胖？就是。最近天气冷，食欲比较好。好，那你先跟大家讲说，我们今天要讲什么？气。今天的主题是男人最爱的完美身材排行榜。所以你今天来是？我今天洋装比较高了一点。哦，你今天来就是有料的好不好？男人最爱的圆肚子排行榜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来，各位观众请注意啦，今天在这边有件事给大家报告一下啊。这个记得我们在节目上常常跟各位这个邀请各位一起做善事，这一次就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一直请大家捐书，可是可能这一阵子大家没有提醒大家，大家可能忘记这个事情。是。那爱乐二手书房呢，其实是帮助很多那个重伤残的一些朋友们，所以请大家捐书，踊跃捐书。现在快过年了哈，家里面刚好有些清扫或者是太旧换新的书，对，那有一些书呢不用了，请捐给我们的爱乐二手书房，地址是台北市大安区泰盛街2号3楼，那他的电话是23641665，也可以打手机0928382944。营运的时间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。麻烦一下，如果说你家里有一些你们看过的书摆在那边啊，你觉得没有什么用了，那请交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再利用，然后再带给这些朋友一些帮助。对，杂志也可以。对，杂志只要是书籍、杂志都可以。谢谢帮忙。现在要讲到一个男人最爱的完美身材了，接下来开始过瘾了啊！对，请问五位特别来宾，你们认为完美的身材要具备什么？然后哪一个女艺人在你眼中她的身材是完美？可以讲自己啊。嗯，一号请说。我觉得完美的身材一定要身高要够高。哦。对，最好是要超过1.2。然后呢，腿要长，重点是皮肤要白。哦，皮肤要白。重点是很重要一点，就是要紧实。脸型。紧实。紧实。紧实啊！不要松垮垮的。那个，结过婚生过小孩不行。要看他怎么保养啦。哦。OK， 好，二号你觉得呢？完美身材的。完美身材一样，就是我觉得身高，还有他的这个腿的比例。脸蛋的部分，我觉得要有天使般的脸孔，然后魔鬼般的身材，前凸后翘，然后腰要细细的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它的就是它的皮肤的肤况跟质感要非常的好。你根本就在讲你自己。有这么明显吗？那你们心目中有没有什么艺人是你觉得超完美的？又爱又恨，那就是林志玲。林志玲，她的第二。林志玲。OK， 好，来，那三号，我三号皮肤很黑哦，肤色好哦，健康型。我不觉得身高一定要高，我觉得只要比例好就好。对，我基本上这么觉得。然后一般男生喜欢白的，我觉得黑的正。你身高有没有超过172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一号在讲你嘛。还有在讲二号啊，你在讲二号，我都想要走了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可以讲他吗？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皮肤现在，当然了，女孩子很多认为白一白遮三丑，可是呢，现在这些年来啊，其实健康的肤色其实也很观念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康哥的女朋友皮肤是黑的。对，他
是刚果人。有时候那个工作环境跟国度不一样，会造成每个肤色有点差别。那你有什么心目中完美的女艺人身材吗？ Angelina， 她没有很高，她只有160，但是她的肌肉很结实。那你应该是结过婚喽？不要说这些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欢迎第四号。第四位怎么穿睡衣来的？条件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基本上皮肤也要白，然后身材一定要前凸后翘，腰最好也要很细，比例最好。就算你很矮的话，就是你只要比例好，拍照啊或者是穿衣服，感觉就是很高挑。哦，心中有一个理想的人选吗？哦，小 S 小 S， 对，她身材整个好到爆炸。好好，那你觉得女孩子的智慧重不重要？哦，我相信男生都有肤浅，应该是不会在意的，否则就没意义啦。所以无脑也没关系，对。好，接下来厉害了，哎，接下来要请教这一位，请问崔台新小姐，你怎么回答先生？OK，那请问一下，你觉得身材好有什么条件？我觉得身高不是重点，但是呢，比例要好，尤其是腿要超长。腿要开叉，超长哦，超长哦，要超长，对对。我刚刚问完你，你根本不用买包子，你根本就上包子。生气了，生气。好，那你有心目中有没有你觉得非常完美的？陈思璇。陈思璇，她的腿超美，她腿太长了，不怕死。她大概有将近110哦，她腿大概到胸口的咽喉。她是干什么的？长颈鹿，怪妖怪。男生穿短裤是感情啊，男生穿看到她腿就很有 feel 了。对，好，那这个一开始呢，我们要请五位一个一个出来走个台步，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大家看看你们走路的姿势。来，首先一号请。哎，这个我帮你拿着，来，请。Music， 谢谢。来，我们欢迎二号。非常正，今天休息。三号麻烦，我三号，有点像王思佳哦。没了，王思佳没说那个。哦，好，来四号麻烦。你宿醉着呀？干什么？哦，来麻烦五号。崔姐，面罩给拿下来了。没，太像了。谢谢，小心点。好，请问各位，现场你们看过刚刚的走路跟他们的身材比例之后？1、2、3、4、5，谁今天最不该来参加？来，一号，请问你觉得几号最不该来？我觉得是四号。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他的体态有点问题，他好像是受罪过来的。哦。难道你觉得女孩子身材好之外，体态也很重要？那刚才的二号是不是应该是重感冒发烧正进行中呢？真的，以我自己对完美女生的标准，我觉得三号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我就是个人喜好，因为喜欢白的女生，然后喜欢比较高一点的女生。OK。
偏见。钥匙应该是二号最冰的。我们现在是选不应该来，不是报仇大会啊。为什么？好软哦。啊？什么？肉好软。肉好软。肉好软。OK， 那你很硬吗？OK， 他应该杀过男人啊，对，练那么壮。好，那四号。哇，我就觉得两个呢。哪两个？我觉得一号跟五号。哎，五号好了。五号感觉这肉有一点点松弛。来，你手背给我们看一下，手背。今天男生不能参加哦。不是，小康，我没有干过男生有这种胸部的。哦，一号，因为我觉得，就是真正的美女应该是不能让人家有争议的空间。哦。比如说什么呢？什么东西要争议了呢？你讲。我在想，就听到虫在叫，咩咩咩咩咩咩咩，可不可以一个一个讲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先问，崔基，你觉得谁最不应该来？今天几号？1、2、3、4、5。Oscar， 我觉得是三号。3号。三号。为何？因为，我个人其实对他没有偏见，那是我个人爱好问题，因为他腿不够细，不够长。哦。OK， 那接下来我跟你讲，让你们听听真正最宝贵的意见了，曲哥。哎，四号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一号讲的，就是说除了这个身材要好之外呢，他这个仪态要好。是啊。他刚走台步的时候给我的感觉。好笑，好吧？好像卖某种水果的。不是，我觉得他好像一个小学生。哦，还没有那个，还没有经过训练，对，还没经过训练，对，所以身材还欠缺，身材还欠缺一点，身材可以吗？哦，但是紧实是，对，你看他的这个，来再看一下，看一下手背，预备起，两手，双手，好，你是在做偷注也行，这个很厉害，该撞的地方撞，对不对？该有线条的地方有线条。首先，我们看我们经过了票选之后呢，今天第三名是谁？请看。好，我们先不给大家看，来，大家对这个身材加以评论一下。他弄这颗球就正了，对，可以衬托出他的脸小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哦，对他今天如果拿一颗棒球，那就垮了。对他拿足球是对。哎，你们说他怎么没想到呢？给我一颗，我也每天拿着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那这是第三名的身材。那但是我们先看一下 VCR， 有大家对他的意见，好不好？但是这个意见在发表的时候，他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哦。好不好？来，请看 VCR。一般的话应该一号吧，因为一号感觉就是比较真实，像李玉芬的那种身材吧。我最喜欢这个，身材很好，那应该是栗子吧。身材还不错。这个还不错，因为蛮像王怡人的身材，该有都有，然后玲珑有致。我会选一号，他身材最好，因为他胸部没有很大，刚刚好，然后又有腰。不喜欢的是一号，那我想他应该是林伟林，那他就是太干太没料，所以我不喜欢他。因为我觉得一号他的，我看胸型吧，感觉上面是有点，照理说。像一个 size 的这个胸型哦，应该是有点地吸引力的效果，可是我看它并没有，所以我从这个地方我断定它可能是个假的。其实最讨厌的话应该是一号，他外破的还蛮严重的。完美身材男人爱，照片却和现实有差距。1970年代啊，那个最性感的一个巨星，五味的知识，他是撩人，但是却不会看着让人有那种以上有好有坏啊，好的呢，当然就身材比例很好啊，说他像栗子啊，哎呦，栗子今天有来哦，然后呢，说他的整个皮肤也很好，
那外也有人讲他外扩啊，真是有。他不开心啊。然后也有人讲，其实你说对，我觉得这些男生你不喜欢没关系，不要讲人家缺点，就是说我不喜欢就好。对，所以这样怎么把得到马子啊？对不对啊？那人叫马国贤，那个艺人，大家记住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揭晓第三名到底是谁呢？请第三名把面具拿下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我觉得他根本就是瞎了眼。怎么说你等一下，胸部外扩？三十人投票得四票，就第三名。所以你看。三名才四票，他最后一名票，有可能零票啊，有可能一票。哎，哦，你那时候头发是全黑的。对，因为我为了要出国选美，我要把我头发染黑。那人家说你这个泳装太大，因为那件泳装是完全没有，其实真的是太大件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挑这张照片啊。不是，等一下又不好看。你穿太大件，那这件是谁在穿的？荣翔，荣翔，荣翔，对不对？你还可以太大件，我的天哪！摄影师外界的啦。就像我们穿邱红的内裤，我们的裆就特别大。但其实说真的，你这几年前拍的？这什么几年前？九月份，两个月前了。陈记，我们请教一下，对啊，陈记吧，你说 OK 啊？这两个月前拍的。可是你这两个月变很多哎，就染头发啊。然后我们目测感觉你的胸部目前有好像 size 有稍微变大一点，并没有变大，没有变大，一样大。只是有没有那一个并没有去拖住它，对，就是很自然的。要不然我表演给你们看啊，陈总。表演哦。对啊。预备，来，起。拖着我的头，这样。鞋子还是同一双哎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。是我嘛？我跟你讲，这整张照片最像是我的头跟那个球，好不好？来，但是我们来，建兰，你先站。我想请教一个事情，今天我们在看报纸。哦。上一次您来我们节目，然后你认为说那个有人讲话。太直接，不是直接，是不让我解释。对，这个事情你非常的不开心，很难过，很委屈。那他有什么话让你没讲完？你现在可以讲。就是那个时候，我自己主动就是要求吕文婉姐姐说可以验我的胸部，然后我也很老实跟她说，我说我天生胸部很大，可是大胸部女生一定会有点垂，所以我打了一点点玻尿酸在胸部的上缘，让它看起来比较紧实。但是紧实并不是丰胸，因为我不需要丰胸，但是就是觉得说她没有让我把话说得很清楚，就把我的话打断，那我怕这样会误导观众。哦，就是你要讲，没有讲完，他就把你打断。对。再请问一件事情，这个是我们全国男性观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跟我反映，希望我在今天能够请教您，您是完璧之身啊。哎，你开笑啊，人家报上写的。是这样，怎么会这样发生这样的一个报道出来呢？其实应该是没有关系，我也是完璧，你干嘛？他讲完璧，你们哦，我讲完璧，哎呦，不以为少来。他耳膜还在啊，小刚耳膜还好。那我解释一下，我从来中间，我从来没有跟记者说。我是处女这四个字没有。那你跟谁说？我只是那时候跟一个记者的朋友，我们私底下在聊。我就是聊到说，去看妇产科的话，我会有点抗拒，因为我不太喜欢跟男生的身体太靠近。然后他就把他解释成说，那也许我就是 virgin。对。那你怎么说的？那请问一下，你觉得今天你是第三名？那你觉得谁会是最后一名？包括仪态刚刚走路，所有对个人觉得，那你不用讲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好，我觉得因为这四位现在身材都太好，可是我真的觉得，可能我选美皇后出身，我会对仪态很重视，是，所以我可能就会。我跟你讲，另外四位也有可能参加过选美哦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女人心机很重，他们故意在第一关的时候故意叫啊吐在吐腿哦。可是为什么参加选美走路要变这样走？我没有办法理解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们 whisky 厂商也有时候会办选美。完璧大王，我告诉你，完璧
就这查某拢是参加过选美过的哦，马拢有奖哦，哦，所以你讲话要冷静一点，好不好？大王，没有，最后我们还是请这个你再走一次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正式的示范，好，好不好？预备 ，music。问你，选参加选美的小孩子一定要走路那么奇怪吗？你先不要，等一下，请问你参加过选美吗？我想参加。那你凭什么跟人家讲？没有参加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不好？讲不是选美的小姐，她整个人都有点奇怪。新年不要这样讲我们大王，还是玩命大王啊？没有，这是尊称啦。你要为什么有这个尊称？为什么？他是那个身体的玩命，还是那个使用玩具的玩命？第四名，第四看这个身材，降第四名，我的老天啊！你棒，可是他没有加。不，没有，这角度，他是这个衣服的关系产生的这种视觉上的那种错觉。泳装好看。你想想看，在海边走到海边遇到一个这样的女郎。迎面走过来，哇塞！秋文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我的反应就是反应了。这个是第四名，我们来看看 VCR 怎么说，为什么他第四名呢？请看 VCR。这种衣服是没有办法做假的，它既不能包也不能挤，你看就得有那种天然的效果，这种圆润的这种胸部，然后这种曼妙的身材。所以我最喜欢的是五号，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张曼玉。这个可能。稍稍健康一点，健康就是美的话，她就算是比较漂亮的一个。五号在我的名单里面剔除了，这种身材就有点像年轻的陈金贝啊，而且最重要她没腰啊。五号问题出在哪？五号是完全呢，是因为没有听过伪装，所以呢，他在整个来一二三四五里面呢，他很明显的在我们棒球术语来讲，他败了两粒下坠球。最不喜欢应该就五号吧，因为就感觉像那个宋慧乔这样肉肉的，他的腰已经找不太到了，然后可能比较像有点过气的艺人，也不能说过气，年纪比较稍长的崔佩仪之类的吧。不过我跟你讲啊，刚刚我们看到就是拿出来比赛的这个照片来讲，这一张是最真实的，没有经过摄影棚的光线也好，它就是傻瓜相机拍的，对，也没有修片啊是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，而且注意，因为我们这个角度哦，可能有时候在摄影棚，那个摄影师会调角度，是这个角度也没调，可能造成一些视觉上的不太对理想。那多多解释。是不是？一定要做一些方式啊！目前选手怎么可能会停？对呀，拿来怎么会停？哦，对对对，这真来了，这应该不是假的吧？这是还假的？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真的，我们先来看看到底这第四名是哪一位，然后我们再来就接下来的一个讨论。哎，好，麻烦第四名，请揭晓。为了身材排名，女人们发怒了。小心身体，不要开始吧。没错。所以呢，我先胖到53公斤。那我相信约人是一看照片就知道，哦，这个年轻，哦，这个自然，就算没看到脸，这一张好像男
人哦。混血、啊、No No 你闭嘴。国光不不帮忙。第四名请揭晓。哪会啊，哇塞，我靠。哎，我要那个，我要替我自己那个解释一下。是，请说。你要不要坐一下？不行。有点火大，不要气，火大的地方在哪里？是火大的地方是，你知道我们演员拍戏吗？对，要演什么像什么。是我那时候演妈，你叫我要怎么窈窕？你告诉我，演妈还叫她不怕？哦，你演过吗？懂什么？是演女派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对，所以我那时候演妈，所以呢，我增胖到53公斤。你现在跟那时候差多少？我现在是，你看这个，真的只有公斤，只有公斤啊！哎，真的有差，真的有差。我差6公斤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什么叫身材好，生完小孩再来比。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上水快点。干嘛？人家大姐叫你，我没有生。大哥，您说小妹这样说对吗？对，生完小孩再来比，有的时候，有的人呢是没有生之前呢超美，美到一个不行。我跟你讲，生完一胎就爆了。那倒是没有，麻烦你走三，麻烦你转一圈，哎，预备起。大家看我背，还是很美，好不好？而且 OK 等一下，我要讲个老实话，您的臀型哦，不像生过小孩，真的是不是？所以我要讲说，身材好，生过小孩再来比。是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题这一集在录到这里为止，那去生小孩。谢，嗯，有点卖羞气啦，羞气，国林，阿妈怕怪你，出什么意见呢？麦基，这个是为了戏嘛？你看人家其他四位，那我后来还有拍啊，我后来有拍，不要急嘛，瘦的，听我讲完，壮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光荣，是你现在在瞧那个交通事件？对。你请我来拍个照嘛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你刚才说对，他们都小你10岁，所以你做姐姐的好不好？了解了吗？好了 ，OK， 好的。没有啊，那个我姐教我啊。是。当有人批评你的时候，就会不客气反击回去啊。你老婆教我。啊、真的、啊。对啊，孰可忍，孰不可忍、啊。说的有理，我跟你讲、啊。好，没有，我们看下一位，来，请坐。来啊，来，这个非常好啊。不过说真的啦，今天来讲，他这是。第一个生过小孩，嗯，第二个年龄比较大一点，对，但是还可以保持这样，但值得鼓励啦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录八点档真的很辛苦啊，真的是把一个美女录成这样，脾气变成这样，对，而且可以瘦，而且瘦6公斤哎，对啊，不错，厉害，为戏牺牲，掌声鼓励，真的没错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一位是，哎呦，注意啦，第二名 ，OK， 第二名，预备，请看这个身材。这个你看弄成这样还可以第二名的话，可见得他真的不错，对不对哈？嗯，这个年纪很轻啊。先看皮肤白皙，真的没话讲。OK， 胸型饱满，好，穿着做作，做作啊。而且你看他没有擦指甲油。哦，对不对？这应该年纪相当轻的一个女，不爱干净。我觉得你们这样真的很不公平。嗯，马甲一穿，本来腰看起来就很细很瘦。哦，你们真的很不公平呐！而且他，等等，注意哦，这个照片有玄机哦，他两只手挡在这里。而且棚内还可以修片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他手背有挤胸，他有挤，这张照片有挤。好，怎么挤？自己你挤过吗？挤过吗？真的？对不对？是，爆了爆！OK， 好，那我们看看到底第二名哦，对，第二名就是4票以上，对，4票以上，当然，我们看看那个第二名大家给他的评论是什么，请看。是啊，因为他身材很好，我个人可能是比较喜欢这一个吧，这个看起来感觉他蛮像那个郭书瑶，最喜欢的是4号，他感觉很像那个郭书瑶的感觉，可是4号。因为他像瑶瑶的身材，最喜欢是4号，我想他应该是瑶瑶，可是因为他的身材最丰满，而且是4号，因为他应该是瑶瑶吧，胸部也蛮大，也没像你。慢的是4号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样子很自然，然后很可爱。那我觉得他有可能是艺人，我觉得他就是那个小空。
四号这位，我想应该是大姐吧。我来猜的话，应该是最近很红的 Bob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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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采花姐。那如果不是采花姐，她就极可能是小甜点，小甜点，然后再修图。OK， 讲好的方面的都讲是那个瑶瑶。嗯，好，嗯，那讲那个比较歌声方面比较好听的话呢，就是讲那个啊，采花姐。对啊，这个这个采花方面比较好听。这个采花姐穿成这样也不奇怪了，但是这到底是谁呢？第二名哦，在三十票里面，他得了几票？八票，三十票才得八票，厉害！比第三名得我们有一倍以上。第二名将自己的脸孔揭开，一、二、三。拜托，说是采花姐是有点夸张。刚刚人家说你走台步有问题，好好走一个台步给他们看。OK， 好、啊，预备来，我加油，来加油，棒子忘拿着。好好，加油，预备 ，music。讲话了，好好走，慢，再慢，稳住，快成功了。走慢啦。如果可以，人家讲你也是瑶瑶，但是人家讲郭书瑶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嗯，我跟你讲，讲什么？因为我平常穿的稍微保守一点，所以大家不知道我身材如此之曼妙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真的哈、哦，曼妙、欸。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对啊，因为我平常知道。哎、欸，那是我最就是最开放的衣服哎、欸。以前看他穿那个学生服、啊，都包紧紧。真的真的。可是你这样很开放，你今天对今天穿的是怎样？被逼的。哦，千万！你看你那个没搞的弟弟有多坏呀、啊？哎呀，没有啦，就觉得说因为年纪可能。请问一下，你在海边你会穿什么？哦，海边哦，你会穿比基尼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就连身的嘛。连身的也不会。那你是穿什么？没有，因为去海边不是真的是游泳，所以可能就穿一个 T 恤，然后下去玩水了。海滩裤。请问在海边会穿比基尼的，请举手。都不会啊。一号有试图想举手。不是。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台湾海边不好玩，都是你们害的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在国外那个比基尼比到的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光站在那边，我们心花就怒放。然后台湾海边一去就哎呀，臭臭的，因为大家都穿很多，臭的，流汗。他们几个应该是怕晒太阳吧？要不然我不怕晒，我很爱晒太阳，但我晒不黑。哎，对，完璧大王讲话。关闭带红，真的我晒不黑啦，真的晒不黑。请问，哇，瑶瑶，瑶瑶其实在身材上来讲很少展现，真的哎。那当你男朋友有一天就是突然发现你身材这么好的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就探丢啊，探丢是什么啊？对不对？因为就平常可能就稍微穿的就是比较多一点，然后有时候可能穿个背心，他们就哦，原来你身材不错，哦、这样。男朋友一定回家，哎呦，哇塞！等一下，我去烧香。感谢。有保佑是不是？OK。对呀、啊。身材这么好，有没有什么烦恼？烦恼是还好啦，因为我们身材就是正常的身材啊。我觉得烦恼比较多，应该是完璧大王吧。就这样讲啊。那对于自己得到第二名，有没有什么感谢的话？预备起。我只能说，观众，你们眼睛是雪亮的，因为我相信那些男生一看照片就知道哦。这个年轻哦，这个自然，就算没看到脸，你长得好像男人哦，比较像混血，混血啊，对 ，no， 你第三名 no 什么？走，瑶瑶现在讲话很厉害啊，哎呀，那最近还很爱哭吗？哦，还是有的时候还是很爱哭。那如果说有一个人这样说，哇，你身材好好，你好完美，你会哭吗？不会，感动会哭，会不会？因为最近有点听得有点习惯了。腻掉。开玩笑的啦。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换下一位。这屎很糟咯，这张照片是横的啊。来，我们今天看这一位。横的是不是躺着？第五名。第五名跟第一名，哦，两个一起猜，啊哟，这样子为什么会第五名？对啊，我也很怀疑啊。哇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讲，第一名跟第五名，这
差在哪里？差是一样，跟你说差在哪里？差在哪里？差在姿势吗？第一名很明显，他有在运动。哦，他大腿肌肉的线条，腰部以下常常运动。他这是有运动的身材。是第一名啊，这个啊，嗯，对，嗯，不是你这个棒子可以拿掉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姿势也是比较惹火啦，姿势也是比较惹火。那这个也不错啊，我们以一般来看，其实我们看女孩肚子其实没什么差别，嗯，对，都很都有线条，觉得手臂这个也没有太肥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好，头发是头发嘛，对不对？也黑黑的嘛，要不然头发是是不是？但是如果说拿出去让人家用照片来选，肯定是这个赢他了，对，因为肤色也变差了，对不对？光吧，那个是用傻瓜相机拍的耶。应该是用专业相机。对对对，而且这个的光线会比较好嘛。那我们先来看看 VCR 到底第一名跟第五名两人 VCR 到底讲些什么呢？请看 VCR。男人赞不绝口，冠军实至名归。对啊，你正常的很好啊。他感觉还蛮运动型的，就是这种身材还不错。他很像那个白欣伟。蔡依林啊。觉得不认同的请举手。帮忙。三号的腰型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个就真的好了腰，好了腰，而且他这个照片的样子又仿大概在1970年代啊，就最性感的一个巨星啊，早期这个Playboy 的女郎，这种站姿是最吃香的。里面我觉得最能够吸引我的是这一位，因为我个人认为，光姿势上来比较，五位的姿势，他是撩人。但是却不会看得让人有那种很恶心的感觉，不会做作的感觉。然后这个身材比例上来讲，我觉得匀称度它是最好的。这个五个人在一起，谁在中间，谁就是老大。三号，哇，这个三号，你光看这个胸部呢，它不仅呢这个是够分量啊，集中管理，而且更主要呢，可以感觉到它的弹性啊，而且呢。如假包换啊，这个是非常好。要选的话，应该就是三号吧，会感觉就有那种吴雅馨的气质。我比较喜欢三号，因为三号身材很像李玉芬，然后感觉很性感。讲一下为什么我选择三号是第一名好了，因为本身我个人就也知道，我喜欢 Hello Kitty， 因为 Hello Kitty 它有名的呢就是粉红色，所以我对于粉红色特别有一种幻想跟遐想，所以我看到穿粉红色衣服的人呢，我会特别有一些特别的情愫跟感觉，所以我看到三号当他穿这一身比你粉红色的衣服的时候，我是特别有感觉。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三号，因为她长得比较，这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像徐若瑄。这位艺人的话，他感觉还蛮运动型的，就是这种身材还不错的。其实不要看他这样，其实他的胸部是不大的，因为他这个衣服是从底下拖住，然后又集中，他把这个里面可以塞什么东西，我们也不知道，里面可能有两三个水饺垫的或者什么水的那个东西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比较忠贞吧。二号就觉得你的不喜欢那种极帅的感觉，他很像那个白欣伟。最不喜欢的是二号，好像那个蔡依林，他挤出来的感觉真的很糟糕。最讨厌的话应该就二号，看起来很假，像林伟林那种身材。好的，难言自己的想象，真的。其中有一个最烂的想象就是我们的毛贤，你看到这个 Hello Kitty 会穿这样，那乱想象对不对？你要原谅他，他有女朋友啦，一定要这样讲的。对他女朋友很，但我觉得他们两个身材应该是差不多了，只是这个服装的问题。好的，跟场景的问题。来，我们这个第一名呢，得到了半数的认同，15票。哇！然后第五名呢，只得到1票。啊，没有票就对了，这么残酷。不是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因为第三名已经是4票了。可是我们老实讲，我们今天推出来这五位，其实在身材上来讲，在我们演艺圈算是真的都是数一数二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到底最后的第五名跟第一名是谁。我觉得那个撕下来的话，应该会大家觉得说反差很大。是哈，来看看，我们来一遍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看到吧，结果现场是最黑的。就是这次去了海边就变黑了嘛。哦，所以第一名是哦哟，
为零哦，冠仪，这个在哪一个海边？这个是我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。你新书发表会你穿这样？因为不是，是签名会，因为那个我里面有一个漫画家，他画了两个就是很可爱的衣服，然后实际做成了衣服让我们穿。嗯，对。这是好像那个什么什么神力女超人、光之美少女什么之类的，所以你看我们圈子里那个灯光对女孩子多重要，真的真的。觉得不认同的请举手。好，为什么？你觉得哪一个你不认同？我觉得第五名应该是第一名。喂，天哪、啊！真的吗？来，我们请第五名跟第来，请两位见解，两位请到中间来。哎呦，来，请到中间来，好不好？哇！先看那卡长度就知啊。两位呢，来先走个台步给大家看，预备 ，music。身材，我觉得冠仪很棒。我们没有在比啊，就晚回头一秒，镜头就在你身上多好久。哦、真的吗？这就是在演艺圈的姜是啊、哦，什么的啦，老的啦。我没讲啊。可是你仔细看哦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仔细看棚内是不是刚好跟照片刚好是反差？为什么反差？颜色、啊，颜色来。不过我们讲了这个冠仪其实在这么多年来，他的身材跟他的肤色，嗯，都一直在圈内是有目共睹的啊。是。今天得到第五名有什么想法？我是觉得不公平。我难过。快，在我心目中你是第一名。谢谢。真的？为什么就怎么会是第五名呢？哦，姜不是啊，为什么要拿这张？姜老了，每天不公平呗，因为你没有人家发胖的照片呗，塞给制作单位。对，哦，你有塞啊？我有塞啊。交出来。没有啊，其实冠仪，我们今天这个比赛有一项没有列入比赛，哪一项？就是智慧。哎呀。啊！我也不会是第一名啊，但是至少你不是最后一名啊，对不对？你还教过我们小朋友讲英文、啊，他会多难过。我承认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不过今天讲啊，就是各种各型的艺人啊，今天就是说男人，你们不能怪男人，嗯，男人看女人都是第一眼印象，对、啊，是不是哈？嗯。但是呢，这个各有春秋了哈。没错。那最近你这个火气这么大是为什么？对啊，我这个小朋友，我要讲一下，我30，我不小了啦。就那两张照片，就事论事，你一听到我说那个冠仪比较好，马上就攻击我，你是怎样？我真的比较好，你会得罪人，而且得罪很多人。实话实说，没关系，觉得他只是比较直率，对自己有信心。因为我是靠不是，他是做人身攻击，我是靠腰，我只有腰，所以我照片我你哪能够这样胖啊？你看他腰真的还蛮瘦。请问你腰几？腰可以用掌看。23，但是我的胸部是小的，我是硬挤的，我只有 C， 我是很硬挤的。哦，没关系，你脸蛋很性感。但是你23腰哎，嗯，可是在女人的世界，23腰是怎样的？帅呢？这个伟霆。我就是当然了，你直话直说我们也知道，对哈，息怒啦，息怒，那就对啊，有时候稍微息怒嘛，不要那么气，我没有生气耶，我平常讲话就是这个样子，可是就是要像他这样才不会被欺负啊。有人欺负你吗？我还不够，我当然常被欺负、啊、不是你这个挺出来干什么东西？皇帝大王，皇帝大王，对不对？我们大王哎，对，我们讲话我们也不会这样子啊。OK， 那像你这样子，在这个我们这个荧幕前的态度啊，是跟你们经纪公司的经纪人讨论过吗？个性一压起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就会有点克制不住。可是你是艺人啊，你不能每次再压起来啊。所以你可以私底下再跟记者说，不要台面上说嘛。对吧？因为你们这样，你看你们这五位，对不对？万一我们压起来怎么办？这不是难看的，对不对？这有要起点冲突嘛？那你们来，我们三个人压起来，我怎么主持节目的？今天你觉得谁的身材最好？个人有个人喜好，对对对，那你们也要讲。好，你先讲。对，气，不会讲，会，我们这是太不会的，必讲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不讲是输了。好，好，啊，来你先，我觉得是冠仪。哎，你看，冠仪个人比较欣赏冠仪的身材比例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那你们觉得你喜欢？我，我觉得是丁国林。哎呦。太好了，因为他毕竟他刚才讲到重点，其他几位都小他很多岁了，不要说几岁，能够保持到这样，对，然后他是又是一个生过小孩、生过小孩的艺人，然后又拍八点档，很辛苦，真的，没日没夜可以维持到这种境界，厉害。
这么胖到这么瘦，对，要减很难的，对，六公斤要胖很容易，六公斤。对，我是要胖很难，要胖很难。啊、对，因为那时候我可不可以跟你换？我需要这个水床五个一起上来啊，五个一起，你要选水床，你要口味不能那么大。这个啊，这个里面应该就是冠仪吧？啊，冠仪，对不对？因为看久了嘛。什么意思？看久是什么意思？开玩笑，真的五味都很完美。对对，而且我是建议全天下的女人，要当一个可爱迷人的女人，是，你就什么都有。如果你当了一个很炉的女人，你要什么什么都没有，是真的，因为没有个男人会喜欢很炉的女人。哎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谢谢各位参加广播，谢谢。OK， 谢大王。谢谢冠希。微信注意，女人吃饭出怪招。哎呀，这是大队用的裤子吗？是刚刚隔壁那桌男大生都是我的。你会请他们吃饭吗？喜欢我哪里？胸部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国光帮帮忙。我跟何爱玲真的没有什么。